好，那你呢？哎，肯定有了，你看，肯定有了，你看，他就都这样了，想哭了是不是啊？不要哭，不要哭，我已经哭过了。这么大的意外吗？其实没什么，我觉得挺小事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在这个洗手间，我们洗澡的时候不是有很多相机吗？然后我已经挡了挡，然后也可能有一个我挡的不好，可能会穿帮啊什么的，然后他就有点脾气，然后态度有点不太好，对，他想保护你。对，我觉得他是在乎你，还保护你。没有，是他洗澡的时候，他可能在想你之前是不是也没有挡好。我真的是觉得会这样。但是他说很难听的话，说我懒了什么呢？我说懒得盖呀、他其实可能觉得这是他吸引嘛，吸引嘛，吸人。私人的这个，对，我能理解。然后我说，哎呀，春棒就春棒嘛，你的身材那么好，怕什么？丽缇姐啊，她毕竟是国外那个成长多，她觉得一个男生身材又好，如果稍微露一下，没什么大不了。我没收腹吗？主要原因，我没收腹吗？主要原因，她一直在纠结收腹。你知道吗？我在厨房。给他准备早餐，然后他一直是这样，然后我听他哒哒哒哒哒哒，然后他说，哎呀，你叫你婆婆出面去骂他。我跟我婆婆说，今天晚上我跟你睡，我不想跟我老公睡。其实我觉得你今天晚上跟他睡，他肯定会跟你道歉的。刚才我们回去，他道歉了。啊，他有道歉。他道歉的时候还是哒哒哒哒哒哒。我说，那你道歉就道歉吧，为什么还要说呢？但是已经很好了，男人愿意这样子做。你两个人自己吵架，我觉得还好，有妈妈在，老公还是要忍一忍。对，而且老公要会平衡这个东西才是对的。所以我觉得就你老公做。你的老婆呢是在调解，对，你的老婆呢那就是在搓火，搓火，你知道吗？你刚给调好，这又给搓成这样。